哇，哈基闪耀啊！这只有哈基闪耀啊！哈基把你的那那那那显小板啊！关我屁事哦！乖乖的，来有哈基进来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的 OBS 断了，哦，断了，打电话，该打电话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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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种打电话呢。为什么我的会断？我的也断了，打电话喽，你的也断了，打电话，打电话喽。金钥出问题，我是上传绿灯，可是上传的那个什么？你看。看一下上传的数值是零，但是是绿灯，是怎么回事？哇，太强了吧！打电话还是你设定调成零？打电话，你设定调成零，然后所以他就说：“哦，你绿灯，因为你有上传。”可以。原本反正原本设定就是零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重点一下，重新扫。哎，对，哎，哈记哈记，嗯，你那边现在有没有一大堆人刷新礼物啊？新礼物？对啊。你说小。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新礼物，什么新礼物？啊，你不知道有新礼物比较贵一点点，对吧？新礼物稍微哇，稍微贵，不是我这里啦，哈进那里啦。对啊，有啦有啦，有人刷了，有人刷了，好厉害啊！这个东西，小西瓜，小西瓜，什么？官方的吗？最官方的，哇，所有人都有，好可爱的哦！到底是什么新礼物啊？我这边没看到，小火箭之类的吧？小心感谢大家礼物，谢谢。小心还没开到钱，等一下。哇，没快麦快了，啊，你只能关掉重开看看啊。跟官方，我要去跟他们聊一下，打聊一下，聊一下，哇！感谢你们大家的小西瓜，谢谢谢谢。我也有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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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音乐还没有，音乐还没有，我还没有，我难过。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不要不要，人家不要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开始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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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呱呱，感谢呱呱，有吃比较久一点，现在有了，感谢小西瓜，哎，有了有了，那我们再一次，啊，八点了，也延迟了八点六，成功让大家有一个崭新的希望嘛，哦，八点零六，八点零六，来对，对。变瘦了，变瘦了，只要两格。强烈要求以后要八点零六分，有没有？瘦身成功，瘦身成功。零六分也太忙了吧，还要那边等。变成八点零六分啊！谢谢西瓜，八点零六啊。嗯，好了，希望可以顺了。嗯，顺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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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卡我也没办法啦。你为什么从那里过来？啊？什么？动了什么啊？就这里啊，打开，噔噔，嗨，走喽，嗨，被传走了啊！不要，读起来，被传走了，没有权限进入，读起来，读起来，你干嘛？我把你传出来，我把你，这不是那个礼物吗？哇，巨蟹化的呢？哇哇，没有权限。来了，我们随机战场，好，好，有红队的，有志海，不然踩到了，哦，有人偷踩，哦，有，不然踩到了，哦，哦，你们要现在游还是观众场在游？观众场游，看看，观众场游啦，好，还是有志海，给你们热一下，热一下，先热一下，好好好，热一下，感谢礼物，谢谢小西瓜。飞机分队，分队，必须耶！等等，好，我只求我不要国王，好不好？我只想当平民。繁星国王，我嗨，我要第一天要票你。第一天先票，先把危险人物票确定。先票，不要了。谢谢大家的小西瓜。小西瓜，小西瓜 ，Hello， 有要玩游戏，要崩溃，嘟嘟嘟嘟嘟，
是官方认证的礼物哎、欸。哦，他自己这边我一直被洗西瓜，瓜，我也不想哦，不要来我这边洗，去哈基那边洗，送礼送去哈基的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就被洗屏了啦，我被礼物洗屏还闲呢、欸，哇，对呀、啊。那就来啦，地狱 ，Go Go， 繁星是不是国王？你国王你就票我啦，好，好，先好、欸，没问题。为什么你每次都会是国王啊？哎、欸，我没有输哎、欸，没有，十分钟，哦、所以说开场有奖，先躲一下。现在的版本就是十分钟，嗯，因为怕间谍都没办法玩到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搭便车啊，它理论上是每天都一样，就是十分钟之后弄好了嘛。嗯、哦，对，欸、你要到躲下面，你有毛病吗？他既是间谍抓，先抓。那光在哪？对啊，我可以，哇，那分开哦，分开。想说挤你，哎、嗯，那、欸、就我们互挤。我五了，你真的是间谍，你这个笑声，我就比较多钱了，先去中间回来一定就是努力啊，嗯嗯，要水平啊，这很奇怪，我跟他沟通了，还有马中吗？不是啊，你看我们两个加起来的话就可以有10块钱了，这里也只有我们两个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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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那个最奇怪啦，那个真的是我看不懂他在玩什么哎、欸啊。巧克力过来，巧克力过来，巧克力过来。哎呦，对呀、啊。巧克力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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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小雨已经去买稿子了，他钱归零了。好，繁星赶快多挖，看有没有黄金。我们刚有，脚下有，脚下有，脚下有。啊！哈，我刚刚就是说那边哦。我在上海。你走的路也太……危险了，那你换，那你换，你先挖黄金。阿基真的很奇怪啊，坏掉啊！小雨挖了，中间吗？中间有几颗啊？中间是100啊，那还没，他应该只挖完黄金而已。挖好了，挖好了，我帮你铺。哎、欸，赶快上去。他小雨还没换稿，对他在这钱还在那身上，对，还在67，然后他换稿了，他换稿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会先到。好，为什么看繁星在王座上面抖动啊？显示 bug， 你可以再出登录。重登，伺服器显示 bug， 他到底在玩什么啊？嗯，没有，我们礼尚往来。刚你送我西瓜，现在我要乱玩一下。谁送你西瓜？看我们，你的观众接不过来、啊。哇，别人送你礼物，你还这样子？哇，礼尚往来啊！礼物，然后礼尚往来，礼尚往来，礼尚往来。你的这个根本不理啊！繁星有挖到吗？一个啊，各拿一个，是不是？嗯，感觉上是这样。Q， 喂，嗯，30、20，那50才可以有那个嘛，黑曜石膏。我们存钱。繁星，你在投阿基好不好？他真的好烦哦。嗯，因为想说就直接投，可是他真的超烦的。嘿嘿嘿嘿嘿，
嘿嘿嘿，他坏掉了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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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这个西瓜神哈记，继续定。哦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可以换稿了。我、哦、这里好穷哦、嗯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要靠近我们的国王大人才会有钱。可恶，有点远。那会卡的就多多重整吧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感觉每次都是我出事哎、欸。你说王那个吗？连线吗？对啊。会不会是刚好线路冲到啊？不知道，他就没不能。选那个第一个伺服器不能自选，真的很烦。嗯，他你只能多扫几次，看能不能选到不一样伺服器。可是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。对，嗯、我知道，以后我就要问你们，你们用哪一个？我也是挑一到五，一到五比较稳，因为它就随机啊。嗯，也就是刷，不行就扫码，重扫码。哦，刷手抽喽。懂。啊、哦！努力的娃娃，感谢礼物。哇哇哇哇！哇塞，小小好有钱哦。对啊。哇，他是挖了很多黄金吗？嗯。或者是他把团团身上钱都拿走了。零块钱，怎么会有人做的卑微？啊，钱给我，统统给我。连个一都没有。零元，人家零元超久了，笑他，团团你是不是被霸凌？都没有钱，团团在我们家啦，在我们家。哎呦，还有一了，还有一了，他偷我金砖哦。哇哇！看起来他不是我们的间谍了。对，金矿啦，金矿。我要打字，臭胖子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，你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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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让他会数数，他还这样对我们。哎哎，全部都是我的。做事啊，团团，做事啊。对啊，两个黄金，一个金矿都被挖走了。做事啊，在吃牛排。跳跳！哎，谁在这里放两个石头在这？阿纪吧。你看，楼梯上面啊。那个巧克力啊，刚想堵我的路，他是间谍。哇，你刚刚那个像像个莫名其妙的人。我只是一只笑而已哦。你还不集资？一开始有什么好不集的？哎、欸，没事。扭到脚，扭到脚。团团上去喽，我直接往深入地心。好。避开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深入地心。绝对也来了。好，现在是互相交换家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！哇哇哇哇哇！他这样投资，哎呦，红队加分！哎呦，我们也在挖熔岩块，谁在挖？我在挖。Nice！ 啊，那个啊，那个、啊、我们可能有人去放啊，放箱子啊，我没有钱可以放。繁星在上吗？我在超地里，我在十三层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在上面。好，我为了逃离他，直接到最地底。多少钱啊？忘记了。五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啊！忘了跟大家说，现在更新有更新稿子，我打字说。稿子，稿子什么了？稿子更新。一次性稿。挖挖箱子用的。可以挖箱子哦。哦、我在那边打字跟大家讲，他在那边挖，我气死了。两队要公平，
因为上次那个水的那个太过夸张了，对吧、啊？对，就有这样感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跟谁买啊，看一下，应该是杂货商人吧？可能吧。我把团团埋在下面了。买点炸弹去炸箱子。这样好可怜哦。他下去找我，然后我就把他上面全部堵了。中间差不多咯。哎，对。我在中间，还是我挖？好，你挖，你挖。我才刚上来。对，把团团给埋了。我们应该还有其他洞，我就把那洞埋了。有了，我挖完了。买四，嗯，那个一样5块钱，杂货商人可以买那个拆箱稿，它是个木稿，然后就九耐久就一次性。好，拆木箱、啊，对，专门拆那个木箱的，这样那个木箱就不用用炸弹了。哎呦，怎么又一个箱子啊？有团团，我干掉了。嗯，来吧，来投一下看看啊！投谁？谁？看你要选择 always 的你与我，还是选择那个奇怪的男人？我知道晚上也可以。投谁？刚上来。嘿嘿嘿嘿，随身带的那个稿子还蛮重要的。嗯，我们可以去挖他们，然后他那稿子多少钱啊？5块钱一样，5块钱就是对应的，5块钱放箱子，5块钱挖。哦，对啊，那我刚才提议的，不然那太 OP 啦，那个水下的放下去就无敌了。本来是想说把东西放在那箱子里面就可以让它不见这样子，放在箱子里面不见什么意思？就箱子里面有这样东西，那箱子就会爆掉，对的。哦，就是。哦，塞到箱子里面，侦测箱子里面的东西哦。嗯，可是如果你不小心放在自己家里的箱子，它也会爆哎、欸。嗯，反正我觉得它现在这样还 OK 啦，就是一换一嘛。嗯，但是你放箱子还是比较赚一点，因为你拆还是要时间。对啊。你说，玩个无敌。要来冲了吗？自荐。喂、欸，他们是不是都没在做事？那我们可以搞附魔，可以吗？补给，我有这有百宝箱、百宝盒。嗯，你在哪？要不要一起冲？